好，咁啊，我哋大家中唔中意睇剧啊？特别韩剧啦，系嘛？唔系咁啊，好想咧上嚟有一个建堂奉献嘅、可以呼吁咁样。咁但系我哋未呼吁之前咧，大家啊俾啲掌声，我哋有套短剧系啦，咁啊交俾几个主角。讲紧以心见家，其实我心里都有一个感动的应献金额，不过你们有所不知啦，公司啱啱先 cut 完人，今年仲点会有 bonus 啊？仲话奉献，唔使食饭啊？唉，阿杰阿杰，你做乜咁头痕啊？我有件事咧，都想同你同埋咁多个会众分享。其实咧，我自己都心里边咧有一个应献嘅金额。其实我自己都慢慢紧，老实讲，每个月都慢慢紧。但是我觉得呢一件是我哋一家人的事，我哋都好想好想系为教会出一分力。所以我决定咗，我应献咧神俾我咧呢个应献嘅金额，因为咧我觉得应献呢样嘢咧，你同我都有份。大家阿唔阿 man 先，阿 man 可唔可以俾啲欢呼声我哋啊？好嘛，好啊，谢谢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都咧好想好想咧，就系鼓励咁多位同埋鼓励阿杰咧。同我一樣，係咧為主去行多一里路，一齊去以心見家，所以我都想鼓勵阿傑你一齊咧同我做呢個行動喎。你講得啱，神之前祝福咗我咁多，我相信神會繼續祝福我嘅經濟，我願意順服，以心見家。喺未出 bonus 之前，我就將個奉獻擺上。由於時間嘅關係，我已經為你預備咗個奉獻封。咁我哋咧呢副就是我應獻嘅金額啦。咁我哋一齊咧擺落呢個箱度，好嘛？好嘛？俾啲掌聲我哋好嘛？預示者咧，阿傑咧就應獻咗呢個金額。咁過咗幾個月之後咧，有一次咧，佢老細咧叫咗佢入房。阿傑，係老闆，老闆你好。你近排嘅表現，其實公司係諗住剁人嘅。是不是得我嘛？但是你的表現就非常出色，有一公司決定給你一個 bonus 你。嗯。bonus。你繼續努力啊。好。你們知不知道這份 bonus 還多過的應獻金額？我決定為教會走到一里路，將整份 bonus 放在以心見家裡。Amen。這個短劇好不好看啊？好睇，好睇咧，唔系因为佢哋单单做得好，系因为真人真事嚟嘅，系真系呢个见证嚟嘅。我唔知道如果你系阿杰，我好想咧大家代入去个角色。你知唔知阿杰做一样非常聪明嘅事情？呢样事情系咧，佢将佢嘅奉献打破咗公司要剁人嘅咒诅啊！你知唔知原来我哋奉献？是有能力的，我们的奉献不单单是一个金额，而是将贫穷的咒诅砍断，这个是神的法则，是神的智慧。好想说呢，教会应献了呢就有大概300多万左右，我记得，即是说我们还有呢200万的努力的范畴的。12月，我们应该2019年我们 会进入新的地方，即是说我们可以同心200万。那我们有一个计划，稍后我邀请姊妹会讲一下个计划。但在这个计划的里面，很想分享一件事，就是当圣经里面讲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其实你都有五饼二鱼，神一早为你预备了。但你好不好，你想不想将你的五饼二鱼拿出来，就让这个神迹发生呢？你有啊，你有啊。神在问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喂饱这5000人啊？门徒就在问啊，怎样啊，即是野地都没有东西，没有卖，没有吃，就想散了那班人自己找地方。但耶稣说不要啊，他们会饿亲。怎样喂饱呢？
咁門徒就講話：我只係得五個餅兩條魚。我唔知道神今日俾你心裏邊好似阿傑咁係一個乜嘢嘅數字，甚至好想挑戰你更多擺落去，就係將你嗰五個餅兩條魚擺落去，讓神蹟發生啊！讓好似回應我哋嘅領袖講，做一個感動神嘅一個奉獻啦。你唔少得你嗰份，好想邀請阿 Sally 咧講下個計劃。我哋一個咧基甸300日計劃。當你聽完之後，你就明白，如果我出咗一分力，呢件事就會成就，神蹟就會發生。究竟係點樣呢？好，交俾 Sally。六號啊！喂喂喂，係感謝主啊！好似頭先 Gary 咁講啦，我哋感謝主，我哋而家依刻咧就可有機會咧，可以立即咧回應神。咁咧，依家咧招待咧就會開始咧派咧手頭上我呢張單張啦，就係咧我哋嚟緊咧擴堂應獻咧第二里路第二階段啦，我哋進入。咁大家可以咧係招待，麻煩你可以派一派。係咁，基甸300咧就係我哋今次咧。一个很重头的计划，那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取其意思呢，基甸300就是圣经里面在危急的时候呢，神呢呼召了基甸这个微小的领袖，去带领300个勇士，他们呢去合力呢去抵抗十几万的大军，最后用他们微小的力量呢可以完成伟大的计划。我们这个计划呢，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呼召一班弟兄姊妹同心，除了每一个月我们本身有的11奉献之外，我哋同埋之前所应献嘅计划之外咧，我哋咧每个月再额外俾多1500元或以上嘅奉献，就喺未来4个月里面，即系9月啦，即系今个月开始啦，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，总共呢4个月咧，我哋额外奉献多6000元，而我哋300个勇士加埋咧，我哋就会去达到180万。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余下的目标一大步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。那大家可以现在看看张单张最后那版，最后那版大家跟我一起看看，如果现在神已经感动你，大家可以举手了，我们招待已经有笔可以给大家跟我一起填的了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那张单张怎么填的，上部分很简单，就是你自己保留的，你填完之后自己保留，提回自己要交奉献。那而下部分很重要的，首先大家要填大家的中文名、全名、所属的家聚、电话号码和应献所的总额。那大家又可以两个选择的，如果大家想一次过奉献，可以剔一次性奉献，或者好像刚才我们这样说分四个月奉献的，大家就剔下低那个分四个月奉献，而下低就是个金额了。如果大家剔每个月我想奉献1500元，就大家麻烦在9、10、11、12呢就剔1500元。但我知道呢，其实神呢真的很好，对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呢，好像刚才阿杰这样讲，有 bonus 好或者没 bonus 都想为神更多，所以呢我们准备了其他金额，有感动的可以剔2000、3000甚至更多，就是神，就是神喜悦感动你的数字。多谢大家，主啊！仲有咧，最重要咧就系咧，我哋咧，要大家要撕开下部分，摆落奉献箱，系啦，同埋咧按时就将神感动你嘅数投翻入去奉献箱里面就得噶啦。多谢各位弟兄姊妹，唔该晒先。好想咧再一次鼓励大家系乜嘢咧？其实咧唔系净系300个，我觉得教会咧有好多人都系勇士嚟。你咧就拎个心出嚟，并且系咩咧？我哋可唔可以完成一个嘅创举？曾经咧，我听过咧两间嘅教会，有一间嘅教会系乜嘢咧？就系咧佢哋几年嚟啊，系为咗建堂咧，系冇买个靓衫嘅，系咧个文化咧，我哋可唔可以改变呢个文化？哇，见到你着旧衫啊，哇，欣赏你，你梗系捐好多俾主啦，系咪咁样？可唔可以降低我哋生活嘅要求？只系4个月嘅啫。如果你平时食开麒麟果嘅，可唔可以食下
白色火龙果先呢？如果你平时只手咧系见到个电脑有平机票，可唔可以揾隔篱嗰个揿住你一阵四个月呢？其实我哋可以噶。如果你平时食开$50一个 lunch， 话你个区好贵啊，或者60-70，可唔可以问多几个人拣啲$30嘅平饭食住先呢？我觉得如果我哋教会全部人都能够咁样同心合意。進入一個咩嘅計劃啊？係一個慳嘅毛，其實係好事嚟嘅，係訓練我哋乜嘢咧？鍛鍊我哋自己，好似聖經所講，怎樣處理卑賤，亦都怎樣處理富貴。所以可唔可以？如果你願意嘅，可唔可以？依刻唔好等啦，即刻就填啦，即刻就填啦。係啊，舉手攞筆啦，並且咧，真係鼓勵家聚嘅弟兄姊妹進入一個慳嘅毛，可唔可以啊？祝福大家，我哋不如最后一个祷告好吗？好想好想，仲有少少嘅分享，突然间谂到就系、是，其实建堂奉献唔同一般嘅奉献，其实有阵时系神俾机会我哋，你估成日都有呢个机会咩？有阵时主喺五饼二鱼，其实神系制造一个机会，让呢个神迹让人去参与佢嘅神迹。其实神都是邀请我们这样去参与他自己的神迹，就好像真拿达香膏，神有特登有一个机会，让即这个机会你打不打破这个香膏呢？神说、哦、一世都要纪念，所以你普天下去都要纪念。所以说建堂我们来紧有10年的计划，10年都不会再有建堂的了，弟兄姊妹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东西，但是这一刻是没有，即是说你在这个关键的时间，你有没有这个决定去做出这个行为呢？其实就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 moment。 所以我很想鼓励大家，不是下下都有机会，不是下下都可以这样被神突然间、哦、天上高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身边，咦，你就在这个时间神就记录了，你就做了这件事，神就记住，神说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他都会记得、啊、何况我们尽心的摆上呢？所以不要浪费了这个时间，不要浪费了这个感动，好想鼓励你就摆下去啦，无论多少都好，你有几大能力都好，摆下去啦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同心的就见证一个伟大出来啦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？你可不可以浴紧你望一下那个可以啊，是得的，我们的教会要感动上帝啊，好想挑战大家，是啊，好想有个祈祷，好吗？我们就用神的灵来感动我们。天父爸爸呢，多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，你连命都不要来给了我们。所以主啊，根本我们所有的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，是属于你的。所以主啊，你来就感动我们的心啊，行多一里路，行多一里路，为神跑多一里路，为神悭多一点，就将佢摆喺建堂嘅里边。主啊，让我哋有钱出钱，有力就出力，让我哋呢件盛事就成为我哋生命里边不可或缺嘅一件事。所以主啊，俾我哋夹扎我哋嘅心啊，将好肉紧嘅心情放喺我哋里边啊，将我哋生命所有嘅嘢都投放落去啊，就好似嗰个穷寡妇嘅两个小钱一样。主啊，你喜悦我哋咁样做。主啊，我们所有所有的奉献都是得一个目的，就是好想神啊你欢喜，好想讨主你的快乐，你快乐我们就快乐，你满足我们就满足。多谢你耶稣听我们祷告，是奉主的名，阿们，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，谢谢 Gary 和他们各个成员。